哥哥，这个算吃了吧？玩啥呢？豪哥还够六啊！还你们快过来倒点肉啊！这个肉都快糊了，快！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是我，就是我。 不是我抓，抓不住，太难了，真的抓不住，你们谁试一下？来，下次过来了啊！下次过来了啊！试一下，在水里长大，我从小抓鱼，我跟你说，单手啊，单手，嗯，哇，快点，你不要把他头对着我，稍微歪一点，等我一下。 我比较推这个黑椒汁儿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这吃的还行。是不是有点？嗯，腌完的这个可以，就是料酒有点多，料酒搁那。 料酒别放太多，不好吃。啊，我刚放了挺多的料酒。真的，你闻闻，放完料酒的时候味道会，你揉一揉就好了，中和一下。就料酒有点多。我这个胡椒料理牛肉腌制的也可以了啊。 谢谢，好香啊！这肉，耶！这肉肯定香啊，就一定要加多加点葱烤。你们快过来倒点肉啊！这个肉都快糊了，快！嗯，漂亮，人就不过来，这是我来，漂亮，都很漂亮，都非常漂亮。 还有谁盘子给我拿一下？这个牛肉我就不烤的很老了哈。嗯，可以。不老刚吃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光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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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
这太嗨了，这个我只能想起这个了。又来一个，来，知道的你跳到舞，还能进，知道的跳到舞呢。我们跳完了。哎呦！来，老刘。哎呦！来，我为大家服务。哎怎么这样？你把眼睛戴上。没事，不管他们，我们做。对对，主要这个屁股要左右左右，要画圈。然后他喜欢拉丁舞，然后当时我下棋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原来小时候，就是小时候喜欢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喜欢的也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就想着，哎，也想让他就是再去尝试一下小时候自己的喜欢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想拉着他一起去跳这个拉丁舞。我这个音乐有点快。我今天送给杰哥一句话，就是说希望您的热泪永远源自于您的热爱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我就希望他能够永远的保持纯粹的开心嘛，就希望自己每当是真正带有情感的泪水是源自于自己的热爱，比如说自己喜欢围棋打败了 AI， 然后这时候感动的热泪盈眶啊，或者说自己喜欢舞蹈，自己学会舞蹈，然后感动的热泪盈眶，希望自己的热泪永远源自于自己的热爱。对，你来吧，我看着跟他来吧，好吧？大概懂了，两眼活棋，四个吃一个，两眼活棋懂了吧？就是两个眼睛才能活棋，嗯啊，这肯定没有，可以，那有下一把围棋，我翻一个看一眼。先来。你这小时候了解围棋就知道什么眼，什么眼。哇，很凶啊！眼和气啊，眼和气，这些没眼。我这些词啊，其实我写的最难的就是啥？下到你，我开始。攻击就是自己的弱点啊，什么保卫啊，也要分析出，也要看透的。因为有时候我就很多。初学者就会忽视自己的那些漏洞和毛病，然后是一味的去攻杀别人，那是不对的。这不认识。这哎，哥，这个算吃了吧？这是已经包三。那你把吃了，对，你没有问题，你把它吃掉了。这是吃的。啊，对啊，因为它没气了，呀，你没有气了，因为没有地方藏，就吃掉了，对。啥跟玩啥呢？豪哥还够六啊，还吃了四个了啊。我们今天晚上是做晚饭吗？还是点了好多肉，可以做火锅。今天晚上烤肉吗？今天晚上是吗？不是吧？明天今晚烤肉，今晚烤肉。最好的方位就换一个，对，这是最好的，换个地方。可以吧，老师？我可以，您这太优秀了。就是觉得还挺酷的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下过围棋，也从来不知道围棋应该怎么下，也不了解围棋是什么样的规则。然后昨天。
结果下了下就发现哦，原来围棋也没有那么难。然后围棋真的是如字面意思那样，就是围把谁把谁围住了，谁的棋子就被吃掉了。对，还挺可爱的这个游戏。